各位十方世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，还有在这个地球的所有精怪们，大家好。你们冲着我佛陀来这个世界，你们不是投胎来这个世界，就是把这些活人的灵魂吃掉，然后你们寄宿在他们的肉身，所以各位精怪们，你们好。今天要告诉你们，你们的时期到了。我不只是天地，我也不只是万王之王，我是这个世界的造物者，也是造化者。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我计划，我设计的。我一路走来，我对我所造化的这世界本来是很美的，可是造成这么的不美，我很遗憾。所以这辈子的我呢，就是来把这个世界重新的大欢欣，我来解决你们这些精怪的丑陋，你们的邪恶。所以今天我是要跟你们宣誓，就是你们的时期到了，我将大开杀戒。灵体我会大开杀戒，肉体我也会大开杀戒。只要有任何对我不敬的心，不管你是肉体还是灵体，你们寄宿在肉体里面，我会让肉体产生史无前例的死亡潮。从我现在宣誓就即将开始。我是万王之王，我也是这世界的造物者。你们女人看到我的美，想把我吃掉，吃不掉就想把我干掉。男人看到我的美，嫉妒我，也想干掉我。但是我是你们的主，我一捏，你们就化成粉碎。所以我今天这个此时此刻宣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即将真正的大开杀戒，这个世界将显现史无前例的死亡潮，直到你们来跟我求饶，直到你们来跟我臣服，直到你们来跟我跪拜，而让我觉得很爽为止。啊！看清楚，这就是造物者的样子，就是我。看清楚，这就是天地的样子，就是我。看清楚，宇宙之王的样子就是我。任何人只要对我有邪念，不管是你是哪个国家的元首，不管你是什么天皇儿子，你试试看，你不用想动手，在你还没有动手以前，你就会暴毙。暴毙叫带，就是死翘翘。大开杀戒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要用我的杀戮之刀来让你们看看我的武力，看看我的权力，看看是你们邪恶还是我的强悍，看看你们的王是什么样子。不管你是什么教派，自己自称是教皇，或者呢，自称是什么什么王、什么皇、什么佛，试试看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你有邪念，灵体跟肉体一起暴毙，这世界的死亡潮即将大量开场，大量开展。什么叫死亡潮？肉体死亡才你们才看得到啊，灵体你们看不到啊。好了，我的宣誓到此为止。